这个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您自己本身有在玩那个所谓的 ATM 的活动，就是 Web ATM 的活动，这张卡片你办下来每个月有十次的跨体转优惠，你可以拿来玩 Web ATM， 好，然后你就可以拿到就是十次的资格，这等于是一次如果是四点的话，你可以拿到四十点，好，四十点你如果累积满995点就可以换家乐福礼券，这样子，好，是一样的，对，好。威力劝你不是教徒 ，OK， 好了。陈玉凯说，兆丰的金融卡没有错，兆丰金融卡真的很丑。对，好，数位账户的话是 1.2% 十万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优惠。如果您自己有闲钱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考虑开这个所谓兆丰银行的 Mega Lite 的数位账户，然后把钱存进去，把这 1.2% 的回馈就是拿好拿满这样子。好 ，JA 说这个像萝卜，像慧轩我也不是基督教跟佛教徒，其实对啊，我也不是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对这种卡片就没有感这样子。好，对，杨慧轩说。蓝教都出来了，我其实还蛮常讲这个话的哦。来，这个刘阿香小姐说，都拿另外一张实体账户的卡片去 ATM 玩，哦，也可以。但是今年好像那个台新银行的 ATM 好像没有什么推出特别的活动，就是在新春加码或者是年后，这个就蛮可惜的。对，再来啊，谢长英说，升级万事通可以加五次，哎，还不错哦。那大家赶快去升级万事通哦。